一条眼镜王说，他是这片竹林的统治者，所有毒蛇中体型最大的，在蛇类里是智商最高的，并且有领地意识。它行进速度很快，在中国南方被形象地称作过山峰。一条黑眉锦蛇追寻林蛙的气息来到这里，它即将进入这片竹林。黑眉锦蛇感到了不安，眼镜王蛇已经发现了入侵者。黑眉锦蛇感受到了危险的到来，但为时已晚。眼镜王蛇靠吃其他蛇类为生，对于送上门的黑眉锦蛇怎能放过？眼镜王蛇性格凶残，他在玩弄对手，对于黑眉锦蛇的攻击不屑一顾。黑眉锦蛇准备逃离，对于到手的猎物，眼镜王蛇不急于攻击。轻松地给出致命一击，咬住了黑眉锦蛇的头部。面对强大的眼镜王蛇，黑眉锦蛇也拼死搏命，用身体紧紧缠住了眼镜王蛇的头。眼镜王蛇头部挣脱开缠绕后，不再犹豫，向黑眉锦蛇注入了毒素。眼镜王蛇的毒液量非常大，一口所能注入的毒液可以在3小时毒死一头成年的亚洲象。现在他可以慢慢享受一顿午餐。
太阳下山。至今尚无定论，甚至有些被菌丝覆盖的树枝也发起了微光。在丛林的旱季里，白天炎热，夜晚会更加凉爽。大象正在寻找一片小水塘纳凉。